笑，就像年少不安的我们，倔强的脸庞，趁着晨光穿透了乌云，把城市照亮。想起离别重逢的故事，也润湿了眼眶。趁着夕阳还没落山岗，有晚霞和麦浪，刚好你就陪在我身旁，幸福的模样。趁着青春一直在路上，有伟大的理想，深深爱着这美丽世界，趁着现在好时光。哦哦哦哦哦，趁着现在好时光。窗外风儿在游荡，树叶儿沙沙响，就像年少不安的我们，倔强的脸庞。趁着晨光穿透了乌云，把城市照亮。想起离别重逢的故事，也润湿了眼眶。无限美好，音浪来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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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楚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云雷。大家好，我是白举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七乐团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坨坨巴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Dress to Kill 乐队。遇见最美好的自己。遇见最美好的自己。遇见最好的自己。遇见最美好的自己，遇见更美好的自己，遇见最美好的自己。5月20号，在这个大声说爱你的日子里，在这个大声说我爱你的日子里，5月20日，在这个大声说爱你的日子里，520，在这个大声说爱你的日子里，在5月20号，这个大声说爱你的日子里，5月20号，在这个大声说爱你的日子里，我们在杭州一起狂欢，我们在杭州一起狂欢。我们在杭州一起狂欢，让我们相约杭州一起狂欢。我们在杭州一起狂欢。我们在杭州一起狂欢。不见不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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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见不散。准备加梦，3、2、1。降雾降早了。Thank you.
拜。嗓子都喊哑了。收！刚才谁喊我？没说你们。我留步了，留步了。刚才谁？姜老师，哎，是第几次来杭州呀？第几次啊？来过。有三个形容词，形容一下你对这座城市的印象吧。哦，第几次？之前演出的时候，嘘，听我说话。之前演出的时候来过，然后旅游的时候也来过杭州。要是让我用几个三个形容词是吧？是的。那三个形容词不够，提到杭州，盖世无双啊！唱的也好啊，杭州。西湖岸，奇花异草，夏上荷花映满了池。好，这是音乐节，不是相声专场。还有问题吗？我们这次的演出地点是良渚遗址。听说姜老师平时也对这些古文化很感兴趣，对于文化的传承说点什么吧。哎，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好。我觉得文化传承是我们的底气与自信，而且我们也需要这个一直传承下去吧，对吧？有责任传承下去。嗯，我听得见，我听得见，我听得见。先别喊我，要不他的问题我听不见了。用三个形容词形容一下你的粉丝们吧。啊，用什么三个形容词形容粉丝们？那太多了。听你们的，你们说是什么？我一句都听不清，反正就是很好，可爱，耐人。他们很可爱啊，然后很天真。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呢你？还有问题吗？如果拥有一项超能力，你希望自己能拥有什么超能力呢？超能力，哎呀，我琢磨琢磨啊，哎，我希望啊，我可以控制时间，哎，把时间就停留在这儿，我想跟你们多待一会儿。但是，我也想把时间快进。为什么呢？快进到七天以后。啊，他们都知道七天以后是什么日子。你们说七天以后是什么日子？对。啊？在哪里？这个问题你问的，他们都知道在哪里。在南京演唱会啊，演唱会我多介绍介绍啊，会有惊喜。然后呢，这个啊，看看，弄得我都词儿穷了。然后啊，反正准备了好多啊，透了一点点，就是有一首歌是专门为你们唱的。啊，就是一
就是他手里举的那个东西，不是扇子，不是扇子，哎，可以调成绿色，然后是绿海，然后呢可以调，还有柠檬黄，因为柠檬是黄色的，柠檬黄色，对。柠檬是谁呀？嗯，就是大哥，哇！还有吗？妈，你用三个形容词形容一下我吧。三个形容，我凭什么形容你啊？啊，形容一下，啊，你也非常好，非常可爱，非常耐人。不知道。唱首歌啊，唱首歌。哎，你，我记得你是不是还有一个问题啊？我记得我好，你应该还有一个问题吧？接下来的工作安排吧，这是你们最想知道的吧？啊，接下来先是5月27，对吧？唱完之后，我要录自己的新专辑，然后专辑的巡回演唱会。然后还有一点点，就是今年的相声专场要开了。嗯，有我新专辑，我现在不能说呀。能说的就是在2015年，我改编了一首北京小曲，叫做《走》。坏了我的门庭啊，今日
那一丝都是为了我，大连妹妹你慢点走，等我六哥哥。秋雨下连绵，双江那清水河，好一对多情的人，双双就跳了河呀。痴情女子这多情的汉，变成了小曲来弹清水河。变成了小来弹清水河。我们合张影吧，好不好？听到了。五二零，我爱你们啊，更爱你们。二十七号都来啊，不见不散。好了，我要走了，拜拜，拜拜拜拜拜拜。